OK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奶爸。Hello， 我是杨宝。嗨，你知道现在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回家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吗？洗手。洗手。然后还可以做什么？喷酒精。喷酒精？不过这个是没有酒精的，所以小朋友可以喷。好，口腔的卫生也很重要，所以我们的牙齿也要照顾到，这个才是喷嘴巴的啦啊！我们今天介绍呢，就是欧克威尔的 PEE10 Plus 的系列。哎，等一下，不过呢，我们这些都是随身的物品，比如说这是在外面的话，你觉得嘴巴有细菌的话，就可以喷一下。嗯，那你觉得手脏脏的话呢，就可以。好，洗个手。那如果你觉得呢，身上的衣服有问题，有沾到细菌的话，可以怎么样？大概就是这样。那在家里面呢，口腔的卫生也很重要，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这组就是欧克威尔的儿童口腔保健游戏组。然后呢，这个口腔保健组呢有30天份的用量，然后里面打开之后呢，会有一个小盒子。哦，你看这边有很多故事，可以告诉小朋友要怎么样刷牙，为什么要刷牙，然后还有一个着色的地方，等一下可以让你画画。然后它欧克威尔的所有的成分呢都不含酒精，然后没有防腐剂，然后没有色素，没有人工香料，所有的儿童保健的产品呢都添加了 PEE3 Plus 的成分，可以保护小朋友的牙齿的健康。然后里面有漱口水。然后有牙膏，这个是口腔喷雾剂，就是跟刚刚那个户外用的一样，可以喷嘴巴的。然后呢，它里面有附一个贴纸。这个盒子呢，打开之后呢，我们现在来把它剪开，然后里面有很多游戏的活动，就可以教小朋友呢要怎么样刷牙，然后让他们对刷牙感兴趣。不过这个部分需要爸爸妈妈一起跟小朋友一起来完成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动作吧。来，我们先来把盒子剪开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会有什么游戏哦。哇，里面有好多游戏卡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来玩这些游戏。消毒一下。好，什么都要消毒。好像那个劳作都是爸爸在做。好，我们都把那个游戏卡都剪完了，然后上面有很多很多的步骤。那第一个步骤呢，我们就要跟小朋友一起开始大喊一声 OK， 我们数一二三，喊一个 OK， 来，一二三 OK。喊完之后呢，就可以请小朋友随机抽一张卡，然后爸妈就可以按照上面卡片的指示呢，去完成所有的刷牙、漱口，然后一些口腔喷雾的指令动作。有顺利完成的话呢，里面还有附一个贴纸，就可以给小朋友一个贴纸的奖励，就可以贴在他的手背上，然后鼓励他刷牙。好，那你现在可以开始抽。好，抽到第一张是认识口腔三部曲。口腔要怎么样保健吗？有三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是什么？刚刚我叫你说，对，刷牙没错。然后嘞，喷，算对。那还有一个步骤是什么？漱口水。漱口水没有错。正确的步骤呢是先刷牙，然后再用漱口水，然后最后再用口腔喷雾喷喷嘴巴。好，这题就算你答对了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给小朋友一张贴纸作为奖励。哦，这个是什么？咕噜咕噜不眨眼睛比赛，宝贝使用哦，跟宝贝跟爸爸妈妈一起使用漱口水，然后漱60秒，不眨眼的就赢了 ，OK 吗？好，好，来，我来倒好了。我们要比赛，谁先眨眼谁就输喽。好，准备要计时开始。
耶、yeah, ！所以是我赢了，所以我可以，所以我可以得到一张贴纸。嗯，我要选这个。哎、欸，所以我得到一张贴纸。耶、yeah, 啊！好，刚刚那一关过了，我再抽一张哦。抽这张，换我抽。啊。OK。好，刚刚你有看过那个在上面写的故事了？那我问你哦。大精灵的名字叫什么 ？P113 大精灵。没错，然后你要召唤他出来的话，你要大喊什么 ？OK。OK 啊，好，没错，答对了，你就可以送小朋友一张贴纸。你要贴哪里？贴这里好了。好，恭喜你答对了。然后我们再玩最后一个好了。嗯，我没答对，你贴给我。哦，我抽到一个了。请爸爸妈妈瞄准嘴巴里的导弹菌坐标，然后宝贝要把手举起来，然后接着爸爸妈妈对你的口腔喷2到3下，举手，瞄准导弹菌。耶、yeah, ，好，这样就算成功，再给你一张贴纸 ，OK。哦、oh, ，好，谢谢，好。那就是借由这样子游戏的过程呢，然后可以让小朋友呢跟父母一起互动，然后让他们喜欢刷牙，爱上刷牙。像杨宝现在已经8岁了，一颗蛀牙都没有哦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就是我们介绍给大家的欧克威尔儿童的保健游戏组。好，就到这里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